咱们是二号位干的。苗族。主公选择了曹丕，咱们可以选择大乔。不过呢，反贼的话好多都能选，咱们选嵇康吧，毕竟路人局可能会强上嵇康。这谁啊？咱们刷刷脚气卡。哎，不用刷了，这盘还行。路人局咱们就不标身份了，一上来就给离线的太正常了。九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兵张角吗？实际上这个是偏中的，你别乱杀。除非你反贼九杀没问题，忠臣杀一道也没问题。曹仁不是说不能当反啊，但是他的象形和曹丕非常好，还好没有兵张角。嗯，虽有时，英姿安犹在？远眺洛神步，他会杀我吗？那边有个寒冰剑，何来罪？听此信笔由，我就不卖。首先他这里卖了没有什么必要。曹植跳钟挂闪电，这是反贼吧？幻鱼驱雷特点皆由我控，反曹植或者反我们。我现在倒是希望曹仁是忠臣，这样子咱们就非常强势了。铁锁连环，曹仁果然跳中了。九雷杀，大展宏图。谁有权力，谁就拥有天下。还给曹植捡了一张。曹仁吃个桃子，有没有装备？有个人王盾。既来之休走之，不然区域是什么身份肯定都往下降，杀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不过灵童比区域反，既来之休走之，没有顺曹仁。这些都看不出什么，前面都跳起了，区域忠臣往下张杀，反贼没问题，反贼往下张杀，忠臣也是没问题的。但是那张顺手牵羊没顺曹仁，应该算是跳钟了吧？我觉得。灵童无踪，曹仁果然也是没看出来，我觉得区域偏中，而且是这个位置。
不知道他要顺什么。反正我觉得凛统是反贼，换换换，不换吗？以拓疆土。他又明闪了。驱雷策电，授于天机。这里我觉得还不如杀曹丕，配那个雷击曹丕。但是雷击曹丕，劈曹人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嘛。但我觉得还是劈曹丕好。为什么推曹仁呢？你看看，我打曹仁还是打曹丕呢？刚刚我觉得嘛，魔宗行使神教，宣布魔宗前辈何来罪？收掉一个忠臣，曹睿打吴谢，吴谢在谁手里呢？杀。这里如果他奔出连弩怎么办？你咋不上天呢？他老婆在场。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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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顺手牵羊，无限在谁手里？肯定不是在曹丕手里，也不是在曹植手里，也不是在我手里，不是在我手里，那是肯定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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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刚刚好像不应该就曹那个张角的，我觉得愧为群主何言见父，我就知道不能用九十方回来，基本概念不清楚，除非你九杀我直接闪，不然的话我肯定是顶你装备的。曲终人散皆是梦，繁华落尽一场空。
量尽在无心。杀！杀！我给灵桶了，不管了。繁华落尽，机钱还行。拿你那一套，你运气差拿不到的，你看，因为其他都过渡的。哎，像第一单那什么，都没了。哎，像第一个版本的那个什么那个英灵之翼。我会玩一套六贵族加一，这桃子没桃吗？贵族加剑士，贵族是正常打的。我他妈还有螳螂，哎，上王城后的城。吃这个桃子，说明他更是反贼。区域跟曹操还有个内奸，挂加一的区域也是够牛的。本儿，曹操没逃。你咋不上天呢？请收下我的膝盖。看见没？本儿，不过他是内奸。